那现在呢，让我们任老师首先试吃一下。你先吃他们的吧，把好东西留到最后。好的。啊，好紧张，好紧张，好紧张。哎呀，老师太会吃了。真好会吃。要单独吃一块鱼排。嗯。任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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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任老师。这也太做作了吧！哎，老师拿都拿不起了。看看看，看的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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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都是直接插水里头了。好吃吗？你想偷一块？我们这个给我们那些亲朋好友吃的。看这拔丝，哎呦！看你，拔丝太烫了，烫了以后啥味儿也尝不出来。它就有个烫，就记住烫了，就像吃麻辣烫似的，麻也没吃出来，辣也没吃出来，就吃出烫来了。菜最好吃的时候是带着锅气，锅气就是刚刚出锅吃好吃。他们这都已经出锅20多分钟了，能好吃吗？现在呢，任老师已经品尝完毕了，相信他的心中也有了分数。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大众评审团的品尝时间啦！现场试吃后，观众通过汤勺进行现场投票，观众打分与美食检察官的评分两两相加，决出本站冠军。现在呢，我们的大众评审团也品尝完毕。那我们就在投票之前给两队最后一个拉票的时间。好，其实没啥可说的，众口难调，但是我们绝对是走心的，所以说希望你们吃好喝好，吃好了明我再给你们做。说的没有唱的好，我让沙宝给大伙儿唱几句。你唱个菊花鱼。但是唱完了以后别忘了虎队啊，不是虎队啊，那个跟那没关系，吃跟听是两个器官，知道吧？来，我们一起打个节奏，不听他们吵吵啊。心若在灿烂中死去，爱会在灰烬里重生，难忘缠绵细绪，用你笑容为我纪念。五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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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们啊，不干扰你们，你们就刚才吃的，还留恋在吃上呢哈。听是享受，吃是美味啊！别忘了那些年我们一起照过的合照。好，那现在开始准备打分。让我来揭晓，任老师的分数是多少呢？安虎队4分，这段我们也赢啊。洪老师队6分，我们赢了，赢是赢了，但是我很费解。如果说以好吃来讲，我相信他们的整个的坚果的香气，包括酸辣的这个种平衡感是绝对有的。但是呢，你们有一点呢，在比赛的时候呢，你们太轻敌了。嗯，我明知道你们会获胜，但是呢，我在这方面呢，不好意思，我要给你们扣一个分数。啊，就是我们太嘚瑟了。今天会给他们多一个分数呢，是因为什么？他们的在技术上面也好，在团队上面也好，还有时间上的恰点也好，都用得非常的好。所以站在一个专业的立场里面来讲，我不得不给他们分数说多一点。那么我们本次金海湖餐车 PK 的环节就由安虎队获胜，恭喜你们获得这一次我们金海湖站的金勺子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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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